东京啊，这里是东京的林女妈妈周文啊。现在是2023年8月31日半夜的2:23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叛变的佣兵，叛变佣兵叫你心中的王啊，想要开文书过户。还要再打我，打我打到一半的时候啊，我刚刚差点睡着，睡着的瞬间突然觉得全身很冷。我感觉可能是有一尊文殊姑好死啊，我关心过冷冷的东西。有人啊，运用伊的魔法魔术，互我误以为身躯也是暖暖的，迄无用。因为啊，我后来啊，有一瞬间，有一瞬间，又差点睡着。睡着的那时候，我困起的时阵哦，我听到有人要把东东的旅行箱推走，我赶快去保护东东旅行箱。就是东东说，就是永恒永鸟，嘛就是新鸟，东东什么 DONG 说，其实只能昨天去看屋子，然后赶快付定金，就是利用那个。反正昨天去看房子，赶快付定金，把那房子确定下来，然后把旅行箱先搬上去，才能避免这一切。可是我们付定金，他并不会给我们钥匙，因为去年是先付定金了，然后签约之后说好，2天后再把剩的那个没有付完的补上，再给钥匙啊。然后后来人家反悔了，所以付定金不一定能马上拿到钥匙。那我希望付了定金就能马上拿到钥匙。就这样了。那你要记住，有人想要谋杀文殊古佛，就是金明就在空光不瓦，空光不瓦的破本的用刑就用心哦，你希望？